据《环球时报》综合报道，当地时间4月19号，新西兰女外长马胡塔接受采访表示，新西兰对扩大五眼联盟的职权范围感到不安，他们不赞成这种方式，并已经向伙伴表达这一观点，希望该组织的权限控制在较窄范围内。马胡塔还表示，新西兰更愿意寻找多边的机会表达利益。当天早上，马胡塔还发表了一场有关对华关系的演讲。他表示，新西兰希望与中国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，尽管两国会有一些分歧，但要公平诚实对待彼此。马胡塔这一表态很快引起了媒体的注意。新西兰 NewsHub 认为，新西兰将采取更谨慎的对华态度，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认为，马胡塔是在批评英美澳加不该利用五眼联盟向中国施压，这表明新西兰将采取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。澳媒还表示，这将使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关系更加紧张。澳大利亚一直在批评新西兰成为五眼联盟对抗中国的薄弱一环。五眼联盟设立初衷是共享与安全相关情报，但是近年来该组织却插手其他事务，包括在涉港、涉疆等问题上指手画脚。不久之前，美国联合其他13个国家发表声明，质疑世卫组织发布的新冠溯源报告。美英澳加悉数登场，唯独少了新西兰。据此，其他四眼纷纷指责新西兰未能与他们保持一致。澳大利亚还翻旧账称，这不是新西兰第一次背叛盟友了。今年年初，当其他四眼发表涉港反华声明时，新西兰也缺席了。面对四国的批评和压力，新西兰没有妥协，反而表明要与中国相互尊重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与新西兰经济关系紧密。此前，两国还签署了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，如若中新关系受影响，新西兰经济利益势必会遭受损失。另外，虽然澳大利亚对新西兰的批评最为猛烈，但其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。由于对华策略错误，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受到影响，导致该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。澳大利亚媒体一边炮轰新西兰对华态度软弱，一边还呼吁澳政府向中国求和，这种两副嘴脸尽显其虚伪和媚骨。五眼联盟成员各怀小心思，内讧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这也再次表明，美国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计划根本没有出路。针对五眼联盟插手涉华问题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表示，不管他们长五只眼还是十只眼，只要胆敢损害中国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。